哎呀，痛死我啦！刁奶妈，细妹我死得啦！琴晚都好地地，好捻风骚咁接咗斗响二马路果间耶稣教男书馆读书嘅僆仔，左边面似足舌路渣，右边成个马仔咁样，点捻知道僆仔碌奔周成尺长，露两个閪窿都俾佢屌爆咗。细妹，快捻啲陪我睇大夫啦！不过唔好揾路医生啦，人哋只那都系医生响卖树睇症，费事俾人以为我哋系去勾佢老公。挨地去电车佬门牌29号揾庞少奇医生啦，佢响 Games End 饮过咸水，又将美国国立手术大学筛子，佢女人将大家又画画又踢波，仲要凑三件斗机。佢两粒似孤顶庞永辉、庞鸿辉好冻到死，将来入翻书馆时十做童子军。佢嗰千金庞巧辉好好唱口噶，将来大个俾佢拉赵美白教授学唱花腔女高音就顶呱呱啦。人哋有银子去买新金山树学音乐，然后嫁个马来亚那都都得啦。条命点似得我哋呢啲风尘女子咁下贱？家 姐屌你老母臭花系啊！你喺咪罗错个地步啊？个招牌写住 The National Prestige Film Company， 阳光星片公司 The National Prestige Film Company 嘅。好彩隔篱27号门牌有个西医马修山。哎呀，弹云啦，发达啦，乜嘢风吹唐西两朵名花，波姑永姑打妈嚟我呢树啊！屌你老母臭花系啊！你隻衰工有大夫唔捻做，做影画明星，成10年前向中华民国14年，你都冇理向对面海九龙城宋皇台乡民先生个私家花园树踩个出灰鞋麦片，金钱热。之后但都冇屙过只，点解依家又后婆守唔到寡，仲想话搵奶奶我家姐整返副搵食架餐。波姑，呢树仲系睇正架，你快捻啲摸光啲衣衫，等我搵部机电返好你副架餐先啦。永姑就算冇病，你都可以电嚟补电架，你都摸清晒啦。等我部来老机电你副架餐，唔该你除埋个工位，我双手啲你搓下个工啦。讲开又讲，我真係好鍾意戏剧啦影画，最近家机写咗个机器剧本，叫做《摩登世界》。中华民国25年7月19日礼拜日响南国片场开镜。搵埋文学家洪梦陈何大傻王寿年高威廉大口可叶梦端刘严公潘素如小兰英黎以分陈纯初郑柳端朱桂清冯一如黎差影画戏刘洋金山南国影坛最老行专任彭年揸机影用阿兄李翠阿基砌果部 RC 低杂音录音机。效果仲好过来老嘢啊。庞医生你咁久多病人争住俾银子你使，要你填佢哋，你点能有时间去踩呢出影画戏啊？永姑，你拉我等呢出片先由任腾年死去影晒啲外景，然后我收档后至死去南国片场对住快黑布背景猜影画戏。再剪接埋一齐，所以猜咗个半月。啊系啦，我拉你哋咁老友，帮我出片个忙都唔会托我手争刮。刁那马，你隻衰工梗系要我哋着油水三条隻香艳肉感冒。永姑，早知你制就爽啦，可惜套片都送点咗啦。我印咗50000本电影特刊，想话响中华民国25年9月1日礼拜二响统一码头派嚟宣传，想你哋做生招牌。
果日帮帮手住条路颈拉路埋膝头哥嘅旗袍啫。有冇搞撚错啊？捉到鹿都唔撚识脱角，点解唔要佢哋住露背低胸露事业线迷你露底裙啊？晒晒。死扑街仔，个屎系成八十年前。正经老人就算大热天使出街都只系可以俾人睇到个样啦，对手掌架咋。喇巴基兰坦差唔多咋。庞少奇响中华民国四十二年春天。拉佢借那将大家两位公子庞永辉、庞鸿辉、千金庞乔辉冚家走咗落新加坡。最初响近住加兰机场咗近。如设律门牌346号 A 开档搵食。收尾响中华民国四十三年尾搬去小波七木街门牌56号 A。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尾再搬咗去大波尔马路门牌169号之一 D 二楼，做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就退休。有一摆过年，老娘睇报纸，真系大吉利事。敬告亲友88高龄庞少奇医生经于庚午马年农历正月大年初二。即是中华民国79年1月28日礼拜日荣归天国。中华民国79年1月31日火化，灵灰放于大海。庞少奇医生在世时将烛丧事需从简，无容惊动亲友，以免驾临执忽，浪费宝贵光阴与金钱。谨持一切人情礼物，举殡之日，仍蒙亲友颇重，亲临送殡，赠送花圈附仪，浓情厚谊，万分感谢。庞少奇全体四代家属谨启